在中午的时候哈，其实早上听到就很高兴了。那中午的话，因为吃饱饭，小朋友就去问老师说，我们想要去拜拜，可不可以？老师有来问我，那我是觉得在休息的时间哦，他们如果愿意，他们可以自己去前往，而且不远，走路5分钟就到了。我们就同意以班为单位，让导师带着学生去做，去拜拜哈，啊，完成他们的自己的想法。